场比赛他拿到了十次的夺三振。乐天桃园的攻击能力是最好的，是，而且解读对方投手的能力也是最到位的一队，所以我离的距离很远。若有不，所以还是继续严加看管着在一垒垒包这边的林立。这个离的距离真的很有自信。再来，我也要有耐心啊，就是磨耐心。通常都是在这个草皮区直角的这个部分再往回推一步。你走了，这个球击出去找上了二垒手，而岳东华接到之后传向一垒之后抓到第三个出局数，让乐天桃园在一局的上半是留下了残垒没有得分。